Hello，大家好，本期呢很兴奋啊，这个盒子我还是比较期待的，这是今年第一次出的那个 Photogenic，就是拍的一些胖姨今年算是放弃了自己，也挺好的，就是放弃自己设计，然后就直接选一些就是赛场拍的照片来做，我觉得还挺好的。你看它今年这个 Present 出了之后，也是饱受诟病，就是它里面的图片很多全是大学的照片，然后 PS 球那个 NBA 的球衣上去的，所以就很扯淡。就你本来就已经拖了这么久，完事儿你的选图啊什么的还是用大学的，这就很离谱，这就有点恶心人了，好吧？但是呢，这个 Photogenic 我觉得就是做得不错，而且性价比很高，对吧？首先这个盒子是 online only，就只能在网上买。我记得官网发售是400多刀，现在已经只有200多刀了，就230、240的样子，所以很爽。里面有比如说75周年的碎冰，我觉得那是一个薄点。只要出一个好的新秀，其实像杰伦格林的就300多刀，CC 可能也300多刀，这些直接就回合了。像如今就是，而且里面很多你像有如果有好图片的那些球员，一般都是那些大牌。对吧？大牌万一有个编号呀，有个碎冰啊，这就很容易回合，就反正就是这样。我觉得就性价比贼高，所以呢，我没忍住，还是想开一盒。另外一点就是里面确实有些拍的照片选图做得很不错，所以就必须尝试一下。其实主要原因还是便宜了哈。哎呀，谁？买1000多块钱买一个那个 Prism 开，然后开出来跟我去年一样，跟屎一样，就很恶心人。这里面一共是10包，每包是5张卡，然后有1张签字，签字的话贴签，所以签字我并不是很期待，我是比较期待有没有就是那个新秀的那些。好的选图，然后最好新秀有个带边，那就太香了呀。但是呢，这个东西就是可遇不可求。帅，我觉得第一张就把我帅到了。这个范乔丹这张图不帅吗？穿的跟个睡衣一样，这个挺帅的，好吧？简单。第二张，看看背面，背面就有点像那个 Hoops 一样背面，但是它卡要厚不少。然后丁威迪。丁威迪，然后是这个哈登克星杜尔特，然后是莱昂纳德，然后三球，挺帅的吧这张？其实这里面这几张都挺帅的，说实话，所以说我很喜欢这个系列。虽然它是今年第一次出，但是我觉得可以继续出啊，而且。保不齐你弄点超市盒也不是不行，好吧？因为这些图就很好看啊，就不错呀。然后戈登海沃德，这个是迪隆布鲁克斯，塔图姆，然后哈达威，夏普，哦，直接出签字了呀，新秀签。篮网队的夏普，还行吧，是一张新秀，好吧。我现在要求已经这么低了吗？新秀签就行了。但是夏普其实还行吧，我觉得夏普凑合，这不能说还行，就凑合。哎呀，下一包，它每张卡都挺厚的，说实话，它不是那个得用50PT 的那种。有点像那个 Contender Optical 的感觉，厚度啊。穆大叔，穆童姆博，然后英哥，帅哇，真的选出帅，哎，东契奇这张也不错呀，挺胖的，哈哈，挺胖。然后米德尔顿。下面这张新秀，Moses Moody 这张卡我就很喜欢这种的，就是他们拿这个75周年这个篮球的这张卡，如果这是一张碎冰的话，就更香了。Moses Moody 不错不错，
不能有太高的期望，这样的话你就不会有太多的失望。欧文，神仙，克莱东尼，朗佐波，热巴，班顿，这张就不行，班顿这张就不行。目前还没有拆到一张编号的，签字拆出来了。五八炮 ，RJ 巴雷特，这些选图真的哇，这张是经典的选图啊，就可以说用烂了的那种啊。威尔金斯的扣篮大赛，哎呦，莫兰特，莫兰克最近单挑，哎呦，碎冰来了 ，Magic。哇、哦，舒服！瓦格纳不错的新秀呀，然后大家看这个效果，卧槽，太漂亮了！哇，好喜欢这张卡，这是21-75，哇，舒服呀 ！Franz 瓦格纳算最好那几个新秀之一了吧？哇，舒服舒服舒服！这盒我很开心啊，这盒相当开心啊！好久没有拆这种盒子了，给我来运气不错啊，舒服。杰伦布朗，西蒂，别说图拍的挺帅的，好吧。保罗乔治，这张比尔也是挺帅的一张图。比尔 ，Josh Giddey， 哟，不错呀 ，Josh Giddey 也来了。漂亮，那这盒卡舒服呀！海上将军，大卫罗宾逊，然后恩比德哥，邓肯爆球这张也是经典图呀，艾顿。可以啊 ，Scotty Barnes， 哟，这盒哎真的不错哎，这盒是真的有点不错，哎呀，而且你摸到这张卡之后，就跟我看那种在看就是买卡的时候看的效果不一样，就是它厚卡的质感是完全不一样的，飞猪。亨特追梦，就是这种厚的质感完全不一样。阿隆戈登、加兰 ，OK， 最后两代，好吧。其实我已经很满意了，新秀出不错，然后这个碎冰的出了也很不错，所以建议大家其实可以拆下这个卡，虽然不是那种传统的第一年出。但是真的好哎，拉里伯德，克莱，杜苏姆，这几个新秀，说实话出的还都挺不错的。杜苏姆也是实力大于名气吧。兄弟，萨博尼斯，西亚卡姆 ，Magic Johnson， 最后一张 ，Denver Nuggets，Bon Highland， 海兰德，好，这就是这么多。我这些卡，说实话，这一张都不舍得丢，好吧，每张都很好看。新秀 ，Scotty Barnes，Josh Giddey， 主要这张瓦格纳。板顿就不说了 ，Moses Moody 加上新秀签，沙普，舒服啊，很舒服呀。建议大家可以，如果想拆卡，可以拆下这盒，性价比极高，好吧。
好，这就是这期视频，咱们下期再见。